对呀、啊。小明。恰。啊。Sorry。恰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莱恩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对不起，刚刚不应该恰你们。OK， 因为今天米斯有点不舒服，所以他一早就在我的床那边睡到整个猪这样了。OK， 可是这个不是重点，我突然间想到一个 idea 来恶整他。我想要在米斯睡觉的时候，我叫别人的名字。我知道有很多别的 YouTuber 已经拍过类似这样子的影片，可是今天这个有一点点不同，我是不会叫别的女生的名字，我会叫男生的名字。我真的想象不到米斯的反应会是怎样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又觉得我是 gay， 你知道吗？可是无所谓，那个不是重点，那个重点是我想看一下米斯的反应是怎样。OK 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去吧 ，Let's go。主动的，我不是做被动的。你可以不要每次在我睡觉的时候要来 prank 我吗？萌萌，我要想起来，快点做你的 ending 了，我没有上你的当 ，OK？ 我要香蕉，拜拜，小丽，今天
来吧。我起来了啊！你要做梦兵？你在做梦？你很喜欢在我睡觉的时候，然后玩这种 prank 哦。怎么？我的小名 Benny 跟 Zero。老师，我们要叫男生的名字。我好不容易在我的梦里面才可以跟他们见面。OK， 快点，我要睡觉了呀。你要睡觉吗？不要了，你可以找 Ashley 吗？这样子 Zero 是我的呀。OK 最好啦、啊！黄明志，你给我讲话看。啥？老好。OK， 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要举办 giveaway 啦，因为我们即将到达100K 了，耶！耶 ！Give me five。Yeah. OK， 我们即将会 giveaway 给两个幸运儿啦，那其中一个呢就是 AirPods，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G-Shock 手表啦，是不是很开心？ Yeah. OK， 你这样生气做梦？可是你懂最好笑的东西是什么吗？我们要送这两份礼物给你们，问题是这两份礼物我们两个都好像没有。不用紧，因为我们回馈给你们，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就。对，成就，所以我们要来感谢你们的。那么呢，那两个幸运儿呢，我们会亲自的送这份礼物给你们哦。对，是亲自送到你们的家，不管你们是在怡保还是在酒后还是在沙巴，我们都会亲自送到你们的家哟。我们还是你们、我们如果他在摩雷公公园，那么我不是死。我们也去。谁驾车？你还是我？你呀、啊。想赢取这两份礼物很简单，首先你必须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给他破100K， 因为我们还剩差不多3K 就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第二呢，就要去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， 他是 Ryan Chu， 我是 Mizzy 的 SS。所以记得要去 follow 哦。还有第三呢，你要记得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page 哦。那么呢，如果你们做完这些举动的话，你们可以 screenshot 起来作证。还有，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们说为什么你们想看我们的影片，或者是你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有多帅。这个呢就会在我们的 Instagram 那边公布啦，所以你们要记得留守我跟 Ryan 的 Instagram 哦，要去 follow， 还有快点订阅啦。赶快去行动啦，可能你就是那位幸运儿哦。对，拜拜 ，PT， 先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